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五月十四，公视台语台一播新闻。咱先来关心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今日带内阁所有政务官总请示，就等蔡英文总统连任宣誓了后，新的阵容才会阁接任。医师提醒讲，虽然传染症有较少，不过囡仔咧耍的球拍啊、甲沙包、真奥拼扫，会较够肝病毒，家长都要警觉。私立朝江学院昨决定下一年度就要停办，这是教大第六间结束经营的私立大专院校。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讲，一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今日咱台湾同款无阁新增加为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这已经是连续第七日连带病入境患者都无发生的情形，目前也只有剩五十个病人还阁伫咧治疗隔离当中。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我们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计有383人解隔离，那现在在医院的大概就是这54人嘛，仍然在隔离中的。那我们今天等于是连续第三，戴得很习惯，那我们连续第32天没有本土的案例，连续7天我们没有新增的案例，还是一句话，大家都恭喜了，我们持续保持社区的这样的安全。不过还是要强调，大家一定要例行防疫的新生活。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今日院会开完，带内阁所有政务官总请示，就等五月二十蔡英文总统连任宣誓了后，新的阵容才会阁接任。目前所在负责指挥地动传染症的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啊，阁有负责推动景气赶紧复原的经济部沈荣津部长，拍算拢会留任。这是早起苏贞昌带领行政团队总辞了后，伫咧日头卡内阁官员做会翕相，大部分的首长包括防疫表现得到高度肯定的卫福部长陈时中、经济部长沈荣津等人拢确定留任。文化部长戴丽君穿白色的西装，徛伫咧正中央，看起来特别显目。戴丽君顶日在东边向苏贞昌来请示，嘛传出讲是要替台北市首长的选举备战。戴丽君的事迹差不多已经确定，所以过来找新的文化部长人选。另外，科技部长甲国发会主委嘛，团处有改变，因为照调期末，科技部长陈良基希望回去代代驾车。你有规划要回学校陪他？我想，因为您完成阶段，对，因为还有几天嘛，那我们还是让行政院做正式的宣布。国发会主委陈美玲再去甲一方配团，和国发会同仁讲到，走出院长办公室，正式向通知五日空了，未阁上任国发会主委。伊向国发团队每一个讲话说多谢，国发会主委团处会由政务委员金平欣来接任。啊，若是交通部长林佳龙再去出席。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今次被丢进的问题嘛，受到关心。那部长是否续任？不知道，还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谈吗？因为有安排约见，但还没有约见。因为包含因素影响，内阁改组会分两阶段来调整。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去向媒体问到包含案的时阵，敢若简单回应讲防疫优先，啊，若是内阁总辞了后会进入看守期，而且进行人事调整，包括卫福部长陈时中、经济部长沈荣津、财政部长苏建荣、内政部长徐国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等等多数拢会留任。苏贞昌下晡会开始个案约谈，预定五日空进前确定第一批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五月二十，蔡英文总统就要连任宣誓。啊，中国的解放军当时伫咧河北省开始军事演习。那美国的海军这边也拄派一只舰船驶探过台湾海峡。总是咱的国防部讲，四边局势拢正常，是讲紧张的唔呐台湾的海面。美国国务院当阁特别点名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讲伊本地都有官吏邀请咱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过中国也有掠话，插美国阁骂咱台湾。中国解放军从十四开始要在河北登山，做两个半月的实弹演习，刚好是总统蔡英文五日空就职进前的敏感时阵。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主动在社群媒体发布这个消息，打出伯克级驱逐舰麦坎贝尔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相片。美军一艘作战舰由北向南航行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任务，目前是持续向南航行。
国军运用联合勤练针掌握区域的情势，目前状况都正常。这是四月二三，伯克级的驱逐舰贝瑞号为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了，搁一摆有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嘛是今年的第六摆。美中唔那伫海上军事比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嘛指出 ，WHO 秘书长谭德赛有权力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而且自2009年到2016年拢安尼做。不过中国外交部搁一摆要求美国遵守一中的原则。台湾民进党当局利用疫情大搞政治操弄，持续炒作台湾所谓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世卫大会问题，其真实目的是挟洋自重，以疫谋独。即马唔拿美国支持，台湾的十四个友邦嘛已经写批给谭德赛，正式提案邀请台湾参加 WHA。澳洲议会佮澳平国会议员总共100多个人，联名写批给澳平二十四个会员国的卫生部长，还有 WHO 邀请台湾的卫生部长陈时中嘛爱来参加。我们希望 WHO 能够倾听这些来自欧洲各地的庞大民意的声量，而不是被某个会员国任意的政治操作。外交部强调讲，这个联署会的基础是务实、科学、够专业。台湾参加 WHA 是健康的议题，不是政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捌做过花莲县长的立法委员鲍坤奇，因为牵涉到1997年迄阵经过内线消息炒股票的案件，去年去予高等法院判决有期徒2年10个月，再去最高法院驳回伊的上诉，几条案就此决定。鲍坤奇也着爱搁一摆落脚吃罪。进前鲍坤奇就因为捌违反证券交易法，伫咧2018年9月判有期徒8个月，花莲县长的职务也来解除。去年伊出狱了后，又搁再当选立法委员。这回判决的案件是1997年迄卡刀，大丰公司的负责人黄宗宏出面招募资金，趁上市公司有利的消息未公告进前，就先借人头买股票，等脱手趁差价。因为检察官调查黄宗宏的资金，才抓出鲍坤奇也甲同一个金主调钱，用烧香的手法去炒股票，才去判决定案。鲍坤奇也着要搁再一摆落单了。咱再来讲成立九单十九档，嘉义县私立潮江科技暨管理学院，去年就捌予教育部点名，讲报道注册比例有较低。当前潮江的董事会嘛决定讲，过来即个学年度就无要搁招生，学校要停办。接到消息，一挂教师职员佮同学拢讲真着惊。嘉义县政府的教育处也表示可惜佮唔甘。去年向点名注册入偏低，嘉义县道江科技暨管理学院张雄雄传出停办的消息。学校内袂少学生拢表示是透过新闻才知影，即马只会当等学校的安排。对啊，他昨天才，昨天新闻看到的，就他就决定这样了。嗯，对啊，就在找学校。大四的还好，可是大三的就是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他转去别的学校不一定又是他现在这个系。现在是球员啊，将不知道会不会有出路。嗯哼。道江自2001年八月成立到即卖已经19年啊，目前全校有九个科，总共1700名学生，扣掉毕业生，阁有1100人。学校表示无欠薪水，嘛无负债问题，是因为注册愈低，甲少起来下影响，以及教育部政策，才要来调整学校的发展方向。专业辅导学校，他需要的是更多的鼓励跟支持，而并非更多的限制。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高教控制下，我希望政府能够正视，大环境之下，应该给予一般私人办校更大的空间、跟弹性、跟诱因。嘉义县政府教育处针对道江要停办的消息，也表示相当的遗憾，也期待重新出发的道江会替嘉义县的教育环境带来提升。文教领域上面是不是有更一个另外转型的契机哈？继续来嘉义县这边来跟县政府一起努力呢？学校表示会协助学生办理转学的手续，教职员的部分也有提供优良的方案，希望会引导学生甲教职员袂因为学校政策而影响到因的权益。记者林伟霆加以报道。潮江学院要停办，这是教大第六间结束经营的私立大专院校。教育界人士分析讲，虽然潮江报道注册比例无通好，啊，不过财务上是啊拍会过，家己决定要收煞，后路应当是也好行，因为到甲五冬后，大专一年入学的学生会减到剩18000人尔。初期按算还有10间私立的学校，经营无定会碰到困难。
小组化冲击全台湾已经有五间大专校院退场，道江科技管理学院董事会决定100空到学年停招停办。有大学校长讲淡薄仔惊吓，因为道江今年整体新生注册率37%，伫全国大专最后一名，但是公告的财务报表无问题，部分的系招生嘛未歹。当我有能力去解决我现在的，包括资优、资遣、学生安置的部分的时候，那他可以还有一部分的资金，他可以作为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机制，断尾以后能够求另外一个发展。学生变少，学杂费嘛变少，阁有老师的年金即寡财政负担，邓恩福认为是予道江董事会做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全国私校工会认为，道江伫咧这个时阵决定退场，其实是那是等私校退场条例通过了后才关起来，董事会利益会有阁较侪损害。新版的条例它的强制性会比较高一点，就是你一旦落入的专案。辅导学校，那个教育部会加派公益董事，那3年后就，直接如果没有改善，就直接，全部接管董事会，在1年就直接，让你，这个停办。道江主动宣布停办，加上未来5年学生降到18万多人，恐惊有10间私校退场。尤英辉认为，私校退场条例一定要赶紧来完成立法。董彦福是认为，若是教育部会当比较以前的纾困，对正派经营的私立学校有更加侪弹性甲补助，会当减少私校关起来的冲击。记者邱新志明台北报道。刚才讲，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韩树川5月17日的时，塞车去弄到骑奥托拜，一个姓余的民众，到甲昨日对方却不幸身亡。今日早起，当事人的牵手搁伫咧厝内，按楼顶摔落来，骨折肉裂，脑部也有出血，到今还搁伫咧病院抢救。消防人员是早起8:30去到意外现场，对四楼尾摔落来的是车祸过往迄个当事人的牵手。当时因规家口仔拢踮1楼咧开讲，干那即个负责人家己爬起咧到4楼楼尾顶，无遇过意外煞来发生。伊家的家属是讲，因为两个翁仔某感情真好，翁婿去予市员弄死了后，做牵手的创伤也真重，到今也无法度接受事实。虽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病情咧传较少，带囡仔出门佚佗，但是无要紧咯。不过感染前的医师也有提醒。塑胶球放规片的球壳啊，佮有纱布，因为二病少，也是可能会加病毒，家长都要较斟酌咧。啊，美国这边的幼囡仔是有诶染到武汉肺炎了后，体内抵抗的系统反应煞过头，严重的有诶误着性命。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摊开，美国正做重灾区，计共已经有140多万人确诊，80000多人死亡。美国有正侪医生发现讲，武汉肺炎病毒正有可能造成囡仔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致输得着一款罕见发炎的症候群，症头就亲像川崎市症，上无有3个囡仔死亡。儿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呢，可能引起一个全身性的发炎反应啊、那它也可以表现在皮肤为主，也可以表现在。心脏为主、那就类似川崎病。甲国外比，咱国内疫情较稳定，已经有30多天无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社区正安全，囡仔会当出门佚佗。啊，不过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黄立民建议家长，暂时唔通让囡仔去耍球池，也是球窟啦。球池因为常常被小朋友玩，所以会沾到很多小朋友的口水分泌物，那这里面都有细菌或病毒。那球池这种东西很难清洁。医生建议家长亲自旅游，会当去郊外，人较无遐挤的所在，空气好，会当唔免挂嘴暗。啊，不过嘛是爱提醒囡仔爱洁洗手，唔通去摸耳啊、目睭、鼻甲嘴，爱保持好的卫生习惯，才当避免细菌也是病毒来破病。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行政院已经宣布讲申请10000元纾困的手续简单化，干那身份证甲切结书就挺好去办。不过到今还是有一挂县市表示讲，要审查申请的案件实在是有困难，嘛惊讲发出去闹叮当，时到追未转来，就搁追究公务人员的责任。到今新的关系人1到5年都还无发出去，花莲市的情形也是相像。这是在职证明，只是你在那里工作。
上班人员等待甲民众解说申请的条件，现场还阁有真侪民众伫咧等。行政院扩大纪念纾困方案，部分县市认为讲资格申请有困难，反而讲会发唔到，所以唔敢凊彩来发。其中新德关到目前为止，也未发出一个人。应该要赶快审核吧？你只要有合格的话，就要让人家通过，因为这是急难救助。实际上哈，执行的困难。我们在他的财税查证的方面，我们这边乡镇施工所是没有权力去查的。昨天已经卫福部再次召开会议，那我们会等会议上相关的讨论的会议记录决议之后呢，其实最快是明天会针对一些没有异议的案件，基本上是可以做拨款的动作这样。除了新德关以外，花莲市也是在刚化流程宣布了后，也未有任何民众成功领到这10000块的纾困金。公所表示，今仔13天都已经受理超过1000件的申请。今仔日会先针对资料完整、无任何疑问的案件来发纾困金。没有明确的指示下去做发放，造成易发或是误发，会不会后续有其他的行政责任之外，还有司法上面的一个责任？目前大部分的主要原因是民众敢那摕身份证甲设计师在来申请，造成乡镇市公所惊去互追究责任，怎唔敢来核定？地方是呼吁，若是会当定出一套规则，相信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交通部会开会讨论，这公共交通工具的规定，敢有要留啊小较透呢？目前是计划讲代替含高铁的车票，阁有自由座，会阁开放落去卖。另外车顶食食的禁止令也会解除。不过五日节假期迄站时间，强制上车的人客都要挂嘴暗，都要绑体温，这同款的照镜。疫情转好，交通部规划豆豆放凉坐大众运输部分的禁令，一开始开放的也是恢复代替连续假期新的自强号车票，还有高铁的自由座。另外，在双铁顶端吃物件的规定也改进，时间点是由指挥中心决定。不过，确定一个五日节纾困期间，也是要强制挂嘴暗够绑体温。好，让大家可以有简易的饮食。我们已经指示包括高铁、台铁在进行规划。端午节之前我们还是从严来部署，还是以目前就是戴口罩做规定。国内旅游的部分，游乐园卖放凉入园的人数原本上限的50%。放凉到80%，交通部等下建议防疫旅游的指引，包括坐车、住的所在、各食物件，拢有一套的标准。五日空要启动的观光协会防疫旅游团体，路线会伫全台湾，而且是以户外为主。行程不大一样嘛，他一定会选择比较属于户外的景点为主轴嘛，然后在操作面。旅游业啊，要照那个守则来，防疫旅游的概念融到新的旅游的一个产品哈。那这个新的旅游产品就是变成所谓的归到我们防疫新生活。交通部拜五会开会讨论公共运输改进的时程，而且观光开放三个计划。讨论的结果会予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对外宣布改进的时间够执行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拖累各行各业，连地方的小诊所也大大受影响。虽然三月的时候，卫生福利部都已经公布诊所去甲银行贷款暂度的办法，不过当时有诊所的负责人去到银行，才听伊讲信保基金也未含卫生福利部签约好势，贷款未当办。总是卫生福利部表示讲，契约顶礼拜已经完成了。挂保护的目镜甲嘴暗替民众看诊，这是诊所医生诊所上的防疫措施。啊，不过因为疫情期间，相关单位宣导无代志，卖去病院，地疏基层的诊所甲病院的门诊量转来降低。感染这一部分，有人掉到现在剩下40%。那因为常见的，我们每年五月会有肠病毒，今年几乎看不到，多派人手去做插卡检查、健保卡询问各方面的动作，这成本是增加。所以很多诊所现在发觉它的收入加成本可能是在负值，因为门诊量降低，但是基本的人数甲水电的费用，还佫因为防疫所来采购的相关设备，拢是诊所负担的。而且卫福部伫咧三月中公布医疗机构的纾困措施，若是诊所伫咧连续期间的医务收入，或者是执行业务所得的总额，比前一年同期减少到一定的比例，第一档来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啊，不过有立委接到申请，发现是信保基金还未到卫福部完成签约，和部分诊所无哈多贷款。纾困这一方面，昨天有个公文，据说是卫福部才跟那个
银行部分有一个联动，尤其是刚开业的诊所，他原来就没有那么多病人，尤其碰到这种情况，他可能压力会大很多。健保的点值的暂付款，照去年的打折先付一些。因为原来就有这个方案，我们有去申请，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去申请纾困。卫福部指出，确定顶礼拜就已经完成信保基金签约，而且佮进行契约变更，佮贷款的对象都尽数佮加入去邮局佮登记等等的相关机构，所以即个单位拢会当向银行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即阵讲到经营，有影是困难。早起中央银行的杨金龙总裁表示讲，虽然咱台湾这边地动传染症是做了真成功，不过到今还是看袂到景气有较复原的情形。尤其未来的经济要搁爬翻头，可能也是干那会看看空尔尔。那银行利敢会搁降？杨总裁是讲空间唔是无，总是一切都要经过中央银行的理监事来定夺。武汉肺炎对国内经济影响真大，当时才能恢复引起国外关心。在其央行总裁杨金龙伫咧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讲，自国际来看，第二季嘅景气也搁伫咧恶化，而且未来嘅经济复苏可能亲像 Nike logo 咁款是高行复苏。近期是 Nike 接近 V 型反弹咧。为什么就说是 Nike？ 因为就是说它是下去了以后哈，那然后呢，它是慢慢上来的。不一定啊，像我打勾打很快啊，怎么慢慢的？那如果说打勾的话，就相当于 V 字形的了。不会，不是说是它是很多翘的，而是很缓慢的。杨金龙讲，虽然台湾目前的疫情控制了袂歹，不过台湾是小而且开放的经济体，也是看国外的经济情形。因为国外的经济成长，目前当然也影响台湾的经济。原来是不是国降息？伊讲也够有空间。外界预期央行会进一步降息，总裁预估是第三季还是第四季会降息？以台湾目前我们的操作利率一个月，我们来讲就0.34%基本上呢应该是还有降息的空间了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还因为第一季呢，我们就已经降了一码哦，那我们持续再来观察看看。在今年国内经济成长率敢会出现负成长？杨金龙讲，国内花22间国际机构的预测，即个那高经认为台湾今年 GDP 会负成长，是毋是让保业怎么唔敢讲？也该继续看政府伫咧推动的振兴经济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来去美国，来讲美国联邦调查局，佮国土安全部这两个中央政府的部门，已经联合发出声明，警告讲。中国可能当地的技术电脑工程师经过网络来偷摕美国针对武汉肺炎的预防下开发，佮病症治疗这研究的成果。声明内底嘛强调讲，这款手段是重大威胁，建议各单位都要赶紧提高网络资讯安全提防的办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声明指出，美国研究新冠病毒的相关机构有可能去予中国的骇客攻击，用非法的手段摕到真有价值的智慧财产和公卫资料，这些重大的资讯是跟疫苗治疗还有相关的检测有关系。在声明当中，并无讲到对外提供中国涉案的任何证据。其实，美国在13正式公布之前，相关的警告早就已经有准备。中国前几天也针对这点出来驳回相关的指控。中国在新冠疫苗研究和治疗方法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任何人如果拿不出证据，一味诬陷造谣，是不道德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指出，这项声明让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谴责的力度。也拿美国总统川普顶日那嘛对这件代志表达伊的不满。I'm not happy with China. They should have stopped this at the source. So now you're telling me they're hacking. So what else is new?We're watching it very closely. They'd like to reopen the trade talk to make it a better deal for them. 联邦调查局甲国土安全部表示，即马正咧调查骇客侵入的事件，而且建议国内研发单位甲机构上好爱提升网络的防护。这个月初五，美国甲英国联合声明，表示最近有为中国伊朗，还佮有俄罗斯来的骇客，针对医疗甲研究机关做攻击，想要偷摕防疫的资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即马美国直接指出。这件代志都是北京当局所做的，嘛，和华府甲北京的关系，因为这届疫情是更加恶化。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头尾都无甲半冬，全世界即阵已经有超过430万人染着武汉肺炎，接近300万人不幸死亡。代志到底当时才会平静？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当时讲，这款新型冠状病毒无定系含艾滋病同款，永远都袂消失，也无法度预测当时才有在条控制袂胃病。就算预防下有研究出来，对抗病情的路嘛也阁真长呢。即阵疫情转好，欧洲部分的国家开始分阶段解除封锁。只是这波大流行敢真正消退？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内瓦时间13警告讲，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永远袂消失，要做好长期甲病毒共同生存的准备。This virus may become just another endemic virus in our communities, and this virus may never go away.莱恩表示，目前无法度预测大流行当时会当受到控制，啊，不过重点是要严肃来看待这款疾病。以艾滋病毒做例，艾滋病毒嘛无消失，啊，不过医学已经找到治疗甲预防的方法。啊，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现阶段上个重要的是尽力研发出有效的预防针。啊，不过莱恩嘛讲，就算有预防针，要控制病毒，嘛是要开真大气力。嘛警告各国，未使无注意偷放限制了后，可能有的风险。We're going to be on that pathway for a long, long time, and as we've seen.In some countries, even a small recurrence of disease can cause and the need for a serious response in terms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WHO 发出警醒的时，美国的吉利德公司当地时间13嘛宣布讲，要跟五间航空业者签约，用非专属性授权的方式，予因伫印度甲巴基斯坦在内127个国家也是地区生产销售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实验性药物瑞德西韦。这五间药厂会当自己定卖介绍。另外，伫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结束进程，也是其他新的疗法疫苗也未出来进程，无需要付专利的费用。瑞德西韦这个月初一已经得到美国政府紧急的授权，用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啊，那日本才开始，嘛开始向病院发放瑞德西韦。记者综合报道。人来讲，健康才是宝，辛苦病痛总是顾不上。来讲，大家镇南宫妈祖庙的董事长颜清飘，因为体内肝有生肿瘤，昨伫咧高雄中坑病院手术，新换落去的肝神第二后生颜仁贤所管的。早起高雄中坑的名誉院长出院表示讲，伊出面来讲颜先生手术的过程真顺利，按算一个月过就会当出院了。颜清飘三月份做健康检查，发现得着肝癌，医生建议要做肝脏移植的手术。迄当阵五个囝拢有意愿捐肝，第一阶段是查某囝颜丽敏，甲第二个后生颜仁贤配对有成功。落尾经过家族会议，决定由颜仁贤来捐肝。伫咧手术进程，还阁去镇南宫拜拜，祈求手术会当顺利。他的舅妈嘴是要保佑他健康，保佑他的小孩。啊，最烦恼就是他的太太。你看，也要还了囝，还佫还了安仔。哦，你看，先生也要开刀，小孩子又要煎。颜清飘厝里的人对王冠的代志态度是较保留，无想要加讲。后生颜宽庆甲查某囝颜丽敏的服务处，13敢若透过书面声明，感谢外界的关心。负责开刀的高雄中家病院，10早起出面说明手术的状况。虽然困难度有较高，不过手术是真成功。颜先生他昨天晚上完成手术，那么术后的情况也非常好，啊，完全清醒。那么捐肝者啊，这个儿子已经完全清醒，昨天晚上就已经拔罐。那坦白来说，这一例手术是我们近两千例手术中啊难度比较高，那么挑战最大的手术之一。陈兆良表示，颜清飘肝的瘤是早期的，差不多2-3公分，为着避免的断开，伫咧开刀进程都先用药啊治疗，等肝的瘤缩小到1公分了后，再做换肝的手术。经过治疗，会当减少搁翻苦的几率。要若捐肝给伊的第二后生，是保留倒平35%的肝，目前意识真清楚。要若颜清飘差不多一个月后就会当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5月18日开始，台北市室内的公共场所后尾渐渐解除封锁。头一批会先开放孔子庙、树林的官体，还有228纪念馆这些机关。郭文天市长嘛讲，过来，逐礼拜拢会宣布下一礼拜要开放的所在是倒位。啊，若酒店、舞厅这些娱乐场所，郭市长是讲，搁等一阵啊。若中央还无要宣布，伊就会落去拍算开放的时间。
台北市长郭文泰早起去台北市议会，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相关防疫纾困，还有进行作为来进行专案报告。甲因为无同的是，伊无挂嘴炎。议员认为讲，这敢是伫表示台北市的嘴炎政策会当放任。郭文泰认为讲，也是爱坚持世界人侪，还有无特定的三大原则。而且伊嘛讲到疫情伫咧等候，台北市对封闭式的场馆会偷偷开放，每礼拜拢会宣布后一礼拜开放名单。暑假这段时间，疫情应该会趋缓，即使有会趋缓，因为这个病毒本身在高温就不太容易活动，但是到秋冬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缓步。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 SOP 这样，主要是要应付可能的秋冬缓步，包括孔庙、树林关地、二二八纪念馆等等的所在，拢伫咧台北市的第一波开放名单。原本台北市文化局要开放两厅院的卖票，啊，不过却靠文化部反对，不利个来看酒店、舞厅的开放，中央交予地方政府来决定，敢是中央甲地方桥无拄好？郭文泰认为讲，卫福部甲文化部的反向沟通有问题。针对开放酒店的话题，郭文泰讲，搁等一阵啊。那这纯粹科学的知识的哈。KTV 可以唱，酒店不能开，这是没道理的。我等他一个时间，他不宣布，我就会宣布了。你就宣布下个礼拜舞女就戴口罩跳舞就好了，可以吗？我不会做这么白痴的命令。另外，疫情造成经济冲击，台北市准备三亿要投入去协助振兴产业。啊，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刚才在出5000万，郭文泰坦白讲5000万不够，少一个零。哦，所以韩国瑜是做不到。不是啊，那个5000万没有用，计划还是要战略的。那个5000万，他看他做什么。可能是北韩的议题伤过敏感，郭文泰针对韩国瑜的政策是不愿意给共享，跟他强调讲计划要有战略，台湾的纾困计划是比其他的国家更加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国内生产 AI 的大型企业宝盛集团，顶日啊已经有表示要予新罗休无薪假，啊，佮有高级主管也着爱减薪水。但佮宣布，因设伫咧中国湖北的工厂已经决定要收缩起来，头一批遣散超过4000个员工。总是宝盛这边是讲，湖北厂出货产量少，对经营影响算是有限。全世界作为领头宝盛集团，伫咧中国湖北厂顶礼拜开始甲员工解除劳动契约，第一波有机会组建员工超过4000人。嗯，湖北厂它其实它的生产出货量是占集团总制鞋生产出货量不到2%嘛。那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也跟客户这边沟通协调，那原有订单已经做一些转厂生产，那目前对宝腾整体的制鞋产能并没有重大影响。宝盛湖北厂这几年来业绩不好，再加上今年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工厂配合防疫停工，或业绩更加歹。分析师讲，宝盛集团的订单来自国际知名运动品牌，包括 Nike、Adidas。在这么欧美的终端消费市场需求不好，订单是减真多。之前宝盛公布财报，四季合并营收212.79亿，甲去年同期是衰退20%以上。预计到四季合并营收807.4亿，也衰退22.2%。现在这些美国的赛事通通都没了，通通都没了。我想请问你，卖给谁啊？像这种国际第一流大厂 ，Adidas、Nike， 因为库存都很多，你们 anytime 要 stand by 接我预备下给你的单，但这段空窗期我没有订单给你，你们不能够接我竞争对手其他品牌厂的单，所以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庞大的这个生产的供应链就整个被毁坏掉了。尽管分析师讲，业界这么团，宝盛主要的品牌客户第二季订单已经大减40%到50%，甚至第三季的预估订单也无啥好。宝盛今年营收业绩恐怕是无乐观。另外，宝盛伫之前已经甲工会完成协商，将会自6月初开始到年底实施无薪假。员工会当选择有政府补助的减班休困，或者是弹性休假的专栏暑假，影响员工差不多5000多人。副总以上的各界主管是减薪10%到30%。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嘛，影响到纺织业的订单大大减少。台南地纺织的大厂宏远公司，近来讲有要求员工都要签同意书、甘愿意，要爱辛劳先休明年的特休假。即阵啊，引起员工真反弹。不过公司是讲单纯咧参详，无强制。
对街顶冠提总统蔡英文竞选时阵的衫，当初因为做蔡总统竞选的衫，让这间公司签起来。但是最近宏观抨击，所要求员工签订单不就应用措施同意书，要先用员工新年度的特休假，而且公告请事假甲病假无影响全勤的奖金，引发员工不满，认为公司是在强迫因放无薪假。不过嘛是有一挂员工挺公司。现在大环境不好，我想员工都有这个认知跟公司共体时间。那基本上这个公文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员工都很自主性的，会想要说，来协助公司。武汉肺炎在后面摊开，连带嘛影响着订单，这嘛让纺织大厂面对这波疫情特别挡袂牢，干那四五个月的订单就减了五成，所以干那会当减少量产。啊，那是针对要员工签同意书。不愿强调，无放无薪假，嘛无强迫员工爱签，这是非常时期的好意。这个都是出自于公司的一个善意，而且都有以这个工会协商，不可以这个强迫员工的他的自主，每一位员工每月都能有薪水来领，哈。宏观纺织进一步说明，因为有一挂同仁假无够，所以公司才会提出配套措施。要若无，若是有人先用明年的特休，歇了了后就辞职，公司阁要负担这个风险甲损失。目前台南厂有1800个员工，公司也是坚持要予因休无薪假，不过无订单也是爱动落去，希望员工体谅，做伙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周日花莲吉安乡发生一宗意外车祸，一台货车对轿车后边撞落去。结果轿车内底安全气囊劈开，内底煞是钱几万的报纸。啊，这台轿车的驾驶人因为无安全气囊来保护，已经重伤入院了。这是花莲吉安乡永吉四街甲吉兴路三段路口的监视器。十二日间，一台轿车因为车速伤过紧，横向冲出来，去予一台货车弄着车尾，轿车当场就冲去路边，安全气囊断开，内底煞是底一堆报纸，好在同款车的驾驶拢惊一跳。我是觉得司机他自己的问题很重要吧，你是不是贪小便宜或者怎么样去找一些不能信任不能够去的地方，看他是不是如果买中古车的话可能就会有问题啊，看哪个中古车商，然后他买的时候是不是要东西被他调包了，他不知道。因为无安全气囊的保护，轿车顶管的驾驶甲乘客拢受到轻重伤，尤其是驾驶即卖也搁在住院，无法度讲车是干相买，也是伫做修理的。其他的汽车维修业者是认为讲买到二手的事故车可能性真高。就是有可能客人买到事故车，以前有撞击过，然后请一些修车厂帮他塞回去，两种。所以不，因为安全气囊一颗行情大概多少钱？少说也要2-3万、3-4万起跳。这个厂办车辆维修厂是无愿意对这个事件做出回应，但是这架1600cc 的轿车还阁真新，无超过五年，轿车甲货车驾驶拢无饮酒，事故的原因警方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华联讲完，咱来讲宜兰，因为宜兰县宜山乡中华村的永安矿场开发案，场所是经伫咧乡内水源地，真侪村民拢正反对。啊，不过村长柯正东支持开发，但嘛去予人提案要甲伊罢免。早起环保署针对这条开发案开会审查对环境的影响，柯村长本人也有去到现场，伊讲在伊咧看，未来矿场来建设好势，水质应当嘛袂去损害到这是。永安实业公司安算伫咧宜兰宜山的大安陂山申请矿场要开采做肥仔的土，引发村民的抗议。在地中华村村民不满村长柯正东态度为反对开发，转变做全力支持，因为安尼提案罢免柯正东，连署的人数已经通过法定的条件，会伫咧7月初时举行投票。在这半年来，他以发放免费的便当礼券，然后来收买地方的居民。因为中华村不要一个支持开矿的村长，所以中华村已经提出罢免村长的提案，未来许正东村长所有的言辞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啊，来勾结矿业，来危害本村，背叛没有错。十四早起，环保署举行永安矿场的开发案的第二届环评初审，反对的村民先去环保署外口，质疑业者这半年来逐天发免费的便当来分化村民。村长柯正东了后嘛，带支持派的村民到现场，正是永安对村民是照顾有得，而且讲家己的去向提案罢免，是因为选举的文官，也是选举恩怨延伸下来的。是有收受吗？这样？这个有，因为常年来，他从103年开始就在照顾我们村里面的人。那是罢免案投票通过，
柯政党会争做宜兰县头一个去红罢免的村长。反对的村民表示，接受企业的捐助，无代表就要接受后手的开发。两边是一句来一句去，一直到宽平的会议顶端。若开发案敢是会通过，就要搁等宽平大会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台塑公司已经投资54亿，要点未了六千家，建设一片抽海水起来联合正的工厂。后年8月完工落成了后，一天听说生产出10万桶的正水。打分林关农田水利会嘛表示真赞成，望讲别日咱若欠水期到，台塑公司生产出来这正水，也通来倒阴田、倒灌溉。台塑六千长期以来，用水拢是着外界质疑含民生农业抢水。为着要有更多水资源会当调配，台塑石化公司开过14亿，在厂区要来兴建海水的淡化厂，按算在2022年8月完工，每天会当取用29万桶的海水处理后，产出淡水10万桶左右。因为台湾是在污水其实缺水，嗯，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台湾的水资源能够比较丰富，让大家需要水的，尤其包括我们的那农业用水，我们尽量都要去用它的水。他们要用的时候，我们尽量自己来生来用，自己来产生，自己来用。所以虽然说它成本高，我们还是愿意干。台塑石化董事长陈柏龙表示，未来六轻分区每天用水量，为2007年每天大约33万桶，经过这几年进行减水的改善，2019年每天用水量降为27万桶。对此，云林农田水利会表示，南海淡厂完工，对未来云林农业用水的调配更加有空间。那当然，这一些的用水呢，间接都会影响到我们一些的农业灌溉哦。那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当然乐观其成。那未来我们水资源一定会在缺乏，因为气候的异常。所以呢，我们要如何来做好因应未来因气候的异常所产生的水资源的不足。云林农田水利会表示，云林水利会全年灌溉用水需要13亿桶。其中的欠水期也造成水资源不足，透过调收水池、回归水再利用改善，未来若是六轻会当自产每天10万桶的水资源，差不多占规个园区每天用水量1/3，会当大幅减少对农业用水调拨需求。这种为你报道。分林公园，咱来讲南投，南投县德山镇镇湖社区的这时代，因为爱唱歌、爱跳舞，去年组一个卖老歌舞团，用唱歌拉客来安排健康体操的课程。目前这个歌舞团成员有30几个，上座岁已经94了。这个时代讲，若站起你到舞台顶，连乖啊都免摇。对音乐跳舞，南投县德山乡丁欧社区的阿公阿妈站规排，无讲恁家约袂出来，因其实拢已经超过75岁啊。因为爱唱歌、爱跳舞，社区老师特别替因安排课程，予大家学跳舞、练身体。真足甲看，大家脚手各不离扭捏。顶楼社区伊是属于较装脚型的社区，啊，所以阮伫咧安排课程，拢以因的生活方式，较接近因较会当接受的方式来甲伊排课。顶楼社区发展协会表示，卖楼歌舞团是伫咧旧年成立，即阵有30几个时代参加，有长辈就知影这个消息，拢真欢喜。因为可以和大家最近跳舞四界去表演，而且年岁最大的已经94岁了。也有去南投，还有也有去江苏。我的改变就是真像心内安尼吼，不感觉讲有较会开去。因为欢喜做伙，搁有音乐做伴，顶后社区长辈讲，徛伫咧舞台顶，啥物白听都拢无啊，连乖啊也免牙。因希望会使踮伫咧未老歌舞团，互家己的心永远未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够好，国情解说两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咱这老大人，咱这时代，心肝都爱放互清。唔，那爱放互清，佮爱放互青春。国情照你，同齐来听，来听一条过去台语老歌的歌词，实在真活泼。这条歌在老人。阿哥哥，咱来听头一拍的歌词，讲三只公啊，高金宝，真正老风骚。别项舞步无爱学，爱跳阿哥哥。音乐节奏无清楚，脚步踏袂好，两个跳甲灰哥哥，抱咧玲珑个。照讲这条歌咧唱老大人，两个感情好，唱歌拉庆。不过国政今仔日要甲你补充一项内幕，这条歌是日本曲改。
自底日本是伫囡仔歌呢。这条歌伫日本是古甲土咧走烧入的囡仔歌啦。结果经过作曲家叶俊麟老师甲改编，来到台湾煞变轻松的老大人歌。尤其是内底有啥物会唱阿哥哥，原来就是迄当阵发表这条歌的时阵，社会当咧时间跳阿哥哥。啊，歌词内底讲得真活泼了，讲三则讲啊，高金宝真正老风骚。遮咧讲风骚，毋是真正咧批评，毋是真正咧批评，是讲吼老大人心情啊放互活泼啦。音乐节奏无清楚无要紧，两个吼跳甲抱咧人龙个，快乐就好。过来第二拍歌词讲，三则讲啊，七十外，头毛翠秋白，高金宝啊，脚骨细，今年七十岁，三步进前，两步退，愈跳愈好势。虽然老骨定空空，无输少年家。你甲听，你甲听，七十几岁，咱这老大人，实在讲，心情若要放互清，第一要紧，咱出去甲人行，出去甲人谈，这才好。第二，上界主要国情嘛要解劝，要解劝你，唔通为着囝儿孙安尼，不时伫咧偷烦，不时伫咧摇头革命。因为吼，囝儿有囝儿爱拍拼，囝儿有囝儿爱去行家己的路。咱老大人，社区若有五六场所，咱就尽量心情放互清，来甲人欢欢喜喜来跳一个阿哥哥，迄嘛不要紧呢。过来第三拍的歌词，咱继续来甲听。第三拍讲，三只公啊，目睭花，目镜挂条条，高金箔啊，点胭脂，面皮搁摇摇，两个跳甲烧滚滚，快乐又逍遥，目镜落落煞找无，无法搁再跳。讲歌讲歌词。有时啊，咱嘛得来体会，体会讲这写歌词的人吼，伊是有头有尾。你讲叶俊麟老师虽然短短三四拍的歌词，伊嘛还要甲咱收束呢。讲老大人挂迄个老人的目镜，跳到欢头喜面啦。结果歌词唱到尾啊，讲目镜落落煞找无，无法搁再跳。大家吼嘻嘻哈哈，你笑我嘛笑，欢喜过一天。相信讲这是老大人上界快乐的时阵。三只公也好，高金宝也好，我相信，相信。囝儿是说拢忙，忙讲第一，你就是心头一定爱清；第二，你心情一定爱健康。阮做囝儿是说，阮会认真拼，相信大多数啦。台湾超过九成人拢甲国政同款啊心理，同款想讲做事大，毋免替阮操烦。你第一要紧，身体一定爱勇健；第二，啊个个甲跳落去，安尼上界欢喜，上界快乐。过来，咱来讲，讲农民，农民也为着讲政治的代志。即马当地咧烦恼，台东县这边四年前真侪农民开始种下雪这款种的山啊，失眠有200多架冬，每年生产的价值超过1亿，是讲今年年初开花期到，雨落济又搁冷，下雪种的山啊，结籽雪真少，收成期已经到位了，第一级的山啊，搁存无甲一成。农委会当时有公告，台东市下雪的山啊列入救助的地区，不过台东县避难乡者嘛未少果子园受损害。农民嘛讲，农委会都要注意甲斟酌。伫台东县避难乡种四分地下雪山的老农民，提前几年等要大丰收的山啊，但是雪发了不好，心内是真艰苦，差不多规个果子园拢无法度收成。有够歹啊！啊无生些都介少啦。啊，搁平常个哦，有够厉害啊！避难乡少年的郭志龙讲，今年年初开花季的时阵受到旱害，花拢落了了，而且搁有东风平安的危害，山也袂大，就算勉强土地啊，果子嘛是发袂好势，损失超过70%左右。不过台东市已经有50多公顷的下属山啊园，列入农委会自然灾害救助对象，避难乡的农民嘛希望会当放生入去。今年就等于是整个做白工。有可能是当时的农民朋友他并没有去到乡镇公所去做第一步的登记，如果有受损超过20%，那我们每公顷会补助有天然灾害的救助金90,000元。柯家豪讲，台东县全县有超过200公顷的下属山啊园，分别伫台东市、太麻里甲避难乡。即马其他乡镇的下属山啊园，若是有类似的情形，请农民要向乡镇公所登记，政府会向中央争取。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一款真罕见。保育类的鸟只叫做白色鸟，伫咧桃园大溪遮出现，引起真侪人来翕相。啊，鸟只协会、各农业局、各警方，因拢大个时有封锁线起来，要白色鸟安心找伴养饲鸟仔囝。农业局嘛讲，若去叫了白色鸟，会依法办理。数量无侪保育类鸟啊，白色鸟也就是青石仔出现伫咧桃园的大溪，吸引真侪人来翕相。
为着要教育着因生产后代，也招学会甲农业局，也阁有警方打广告，嘛有封锁线，呼吁来欣赏鸟的人爱保持距离。才真幸运会当亲目睭看到青石仔风采的鸟友，是感觉真欢喜，非常开心。因为八色鸟非常的漂亮，有八个颜色，很鲜艳，而且它非常不容易拍。有了上百个大炮在等，等着拍，有的是追着鸟一直追。感觉很幸运哦。对啊对啊，不错，今天运气算不错。昨天来没拍到，今天总算拍到了。青石仔较介意伫咧人较少的树篮内底。当年的四五月啊，是因繁殖的季节，为83年到90年之间，石门水库真正会当听到青石仔的声音。过去上济有一届发现14只青石仔的记录，到今嘛，干那发现2只尔。在台湾的浅山地方，我们发现到很多的鸟类，它是逐渐的在增长，但唯独一个例外就八色鸟。尤其在新竹以北，它下降的趋势更高，下降到50%以上。八色鸟它是属于珍贵稀有，就是第二级的那个保育鸟类，好，所以骚扰它的话，大概会有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好啊，就是并科6到30万的罚金。亚洲学会呼吁民众，若看到青石仔，唔通乌白提物件给人吃，嘛唔通干肉，或者是要家掠，这拢会干搅扰到。即马嘛有派巡守员志刚，以其现场的特殊，希望青石仔会当伫只顺利平安，生产出后一代。农业局嘛表示，违反的人会以野生动物保育法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打狗改名高阳的第100冬，当时高阳港有设铁路，尾啊嘛伫咧车头前设火车的信号楼。到今，这栋建筑历史已经97年。像知影昨日宝信号楼煞火烧，这栋建筑严重受到损害。高雄市文化局嘛讲，导火原因也未查明。调查了后，会确定讲用手刷的频道，敢会当正常搁再运转。民众翕下13号下晡，伫咧高雄铁道文化园区的贺记楼，熊熊庆祝大火。相对伫咧半点钟以后，将火拍花，但贺记楼二楼已经烧甲差不多半毁。12间都是木屋啊，我就那时候就赶过来，我赶到这边好像是4点，已经烧起来。何记楼伫1923年起的，是代替高雄港线的历史建筑，通顶贵的，就是伫二楼，会使用栏杆控制火车奔道的机械，到即马阁会使运作，会使讲是铁路国宝。高雄市政府为了保存，嘛正在进行建筑的修复工程，发生火灾以后，有铁道迷真伤心，特别过来看。睡不着嘞。就想说，哇，那个古迹就这样烧掉了。里头的机械的装置，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它熏黑了，但是到底是不是能够再操作，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等到火场的建设完成以后，我们进去测试才能够进一步确认。因为核技楼无电，相对初步研判是外来火源，但详细原因阁需要查明。文化局表示，若是内底机具歹去，将会请代替协助修理。记者王家川、关键准备报道。3冬前，台湾开始实施流浪动物无阁安乐死的政策，全台湾公立动物收容所就禁止杀流浪动物。当然，收容入去的动物嘛增加不少。近来，台南善化流浪动物之家重新整理收容所的环境，望要吸引愈侪民众去遐参观，将这古锥的动物抱返去饲。看过去，一间一间无同色彩、用茶砌的厝，就是这阵流浪狗仔和猫仔的家。为着展现因古锥的模样，台南善化流浪动物之家下真侪心思改善收容所的环境，希望会使吸引民众来这参观和动物多接触。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有做一堵新的那个彩绘墙，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为缤纷。那也欢迎民众有时候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遛狗。当成一个公园这样子。台湾在2017年撒出流浪动物禁止安乐死的政策，全台湾公立的动物收容所为迄阵开始就禁止捕杀流浪动物，强调以较无遐尔粗残的方式对待动物，也让流浪猫啊、狗啊脱离安乐死的命运，有机会去放野放。不过，这也让收容所增加不少的压力和负担。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就是说，平传北门区有一些流浪犬因为游荡，那就有破坏农作物，那也有像是会攻击一些野生动物，那或者是说有闯进农舍的
一些事件，那所以最近的话就是台南市政府都积极的在做捕捉以及 TNR 的动作。收容所的人员表示，这有路无找的狗啊和猫啊等等的动物，大部分都会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后半世人，所以希望透过这次重新整理环境，拆毁壁面，希望可以邀请更多人来领养，把他们带回去做伴。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甲明仔，台湾各地头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下晡西部的山区有诶所在会落短暂的雷阵雨，啊，东半部有诶地区嘛会落短暂阵雨。明仔西半部是高温炎热，南部有诶地数可能阁有37度高温出现的机会。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29度到34度，中部29度到34度，南部30度到35度。东部27度到31度，金马澎湖23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播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的播3点，咱再会，多谢你。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电推小姐。以后我会负责甲大家介绍甲情书有关系的事。头一个要讲的，是大家拢做喜欢的一种感觉，欢喜欢喜，汉字写作欢喜，罗马字写作荷花花，荷意喜，花第一条。喜第二条，欢喜这个词在台语有三款意思。头一个是咧讲感觉，就是咱感觉欢喜，亲像乌西安尼，摕着我掉头奖的彩券，底下唔知影咧欢喜啥。第二款用法是咧形容欢喜的形，像伊今仔日伫罗林拄到一个真水的小姐，欢喜甲跋跋倒。第三款是咧形容好耍、无理由的欢喜，亲像伊也毋是你的女朋友啊，你是咧莫欢喜的哦。伫台语内面咧讲无共程度的形容，会当讲真欢喜、足欢喜、真欢喜、介欢喜、有够欢喜、极欢喜等等。啊，若搁较欢喜，咱嘛会讲。夭壽歡喜，歡喜到擋袂牢，歡喜到目屎流目屎滴，還是歡喜到安怎安怎，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形容，加強歡喜的程度。不同程度的歡喜，也有不同的意思，像嘴笑目笑，腳酸手冷，心花開，笑頭笑面，
松快乐畅。丁丁，俗语内底嘛有真侪形容欢喜的讲法，像三脚走、两脚跳，就是欢喜甲哪走哪跳的意思。卖使讲鸡母跳破卵，形容欢喜甲像鸡母，甲家己生卵大大破。啊！還有一句俗语是：富拉鱼吃到红底吧，痛甲无标。标就是鱼标，鱼仔咱靠标这个器官才会当收起收落。啊，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小人物像富拉鱼安尼，吃到足珍贵的物件红底吧，就会足痛足欢喜，流欢喜。嘴笑目笑，乐畅，三脚走，两脚跳，鸡母跳破卵，乌拉鱼吃到红底吧，痛甲无标。为即马开始，咱若要表达欢喜即个感觉，就少些新的词通用啊。今天的大纲一句就先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